望同学以他为榜样，出了社会也都能够跟侯副市长一样，一步一脚印从基层做起。颁发清寒奖学金，不止台下的小朋友们当作偶像。看看最新的青绿民调，政坛内人人恐怕都得把侯友宜当榜样。这样得当这本家啦，民调越高哈，你压力也越来越大，所以爱看几年照嘞。啊，无票亏出来哈，啊，就惨了。就是这股接地气，让侯友宜在胜率民调当中以50.2%的好感度登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。而在对阵苏贞昌时，则是以14.4%的幅度领先，同时拥有较高的青壮年群众支持，也让老县长不得不恶补。想当好母鸡，也得跟着年轻人耍俏皮。与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们合拍定妆照，手拿着对话框，还得自嘲以头顶上的光照耀别人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无不想吸引年轻族群。还算是佩佩他们算是很慈悲了。以前我当县长在拍那个老人收容大学的时候，没有休息的，是这样子一般又一般。一边培植国家幼苗，一边拉拔青年拍照，侯苏抢票，除了勤跑妆、给笑脸也很重要。介绍声张宇轩 ，SN 小组新闻报道。